昨天下午我睡觉的时候做了很多很多梦，刚讲，但呢我就没记下来，好像好多都同宇宙核物质有关的啊，宇宙核物质有关的。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阴间，或者地狱里边，有好多啊，拍了好多好多人呐、拍了好多好多人呢 啊，他没有戴那个手铐，没有戴脚镣啊。在阴间的好多人是戴着那个手铐脚镣的啊，他那些人是没有戴那个手铐，脚镣啊，是没有戴手铐脚镣，他是另外一个世界啊。阎王啊，专门建了一个地方啊，专门建了一个地方。那些人是什么人呢啊？是1945年8月6号和8月9号原子弹爆炸去世的一部分人啊，专门建了一个地方。另外呢，专门建了一个地方呢，是事后，放射性污染物飘过来了以后，然后去世的人啊，到了阴间以后，阎王一查以后嘛，他们让他们放在另外一个地方。后来，我发现，那个原子弹当场爆炸，也就是在黄岛长崎那边，那边死亡的人数，缓慢的在增加啊，缓慢的在增加，这个情况是快速的在增加啊，快速的在增加，这个的比例是，在，如果以这么大小来比那个广岛长崎那边，当时爆炸去世，后来几年当中去世的人，你如果这么大的话，那么，因为放射性污染物飘出去去世的人就那么大啊，是比划的那么大啊，比划的那么大啊，因为在这个。这个时刻我是，临牌的时刻，我是能感觉得到大小的。我赶紧拿个卷尺啊。原子弹爆炸啊，当场去世的，广岛那边当场去世的。如果这个阎王那边的那个地方啊，如果30厘米的话啊，他那边30厘米的话，30厘米的话，那么在日本以外的那就50厘米啊，那就50厘米啊，那个直径呢、直径，那么应该按平方算的，它是平在地上的，而不是立体的球形。如果球形的话，那就要让立方算啊。立方算，那么按面积算的话，应该是，按平方算啊，平方算，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基本上算得出来了啊，算得出来了啊，那个红帽子啊，那红帽子是英国那边的红帽子啊，红帽子啊，站岗的，就是那个，应该，这个红帽子站岗的应该也不知道是那个首相府还是那个皇宫啊，我不懂这些，他那边，就光站岗的这个穿红衣服戴黑帽子的那些人呢、至少死了10个啊，至少死了10个啊，就光那地方至少死了10个啊，光那个地方至少死了10个，光那个地方至少死了10个啊，所以啊，那个。要销毁核武器啊！要销毁核武器啊！这一次销毁核武器啊，不是从美国开始，也不是从俄国开始，也不是从中国开始，而是从英国开始啊！这个是有点痛定思痛啊！为什么？英国啊，在那个。被德国轰炸的时刻，正气要国王出来，努力的时刻，正气要国王出来努力的时刻，后来慢慢他的，身体不好了，后来慢慢身体不好了啊，尤其在重建的时刻啊，尤其在重建家园的时刻，越来越力不从心了。所以啊，当看到这个书上讲到一个啊，刚看到这个书上，讲到原来核物质引起的话，他们
这心痛的那个捶胸顿足啊，捶胸顿足，所以啊，一定要抓紧时间啊，一定要抓紧时间，那一定要抓紧时间，赶紧抓紧时间，赶紧抓紧时间啊，赶紧抓紧时间完成啊，赶紧抓紧时间完成啊，好，我知道了啊，好，我知道了啊，好，我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，嗯，再见啊。